韩国男歌手 Rain 呢日抵港为晚宴活动做准备，虽然距离上次香港粉丝见面会都唔够半年，但仍然吸引几位歌迷喺机场守候。Rain 喺工作人员嘅陪同之下抵港，以一身全黑打扮，配上劇舞同埋黑超低调现身。见到 fans 同佢打招呼，佢就即刻点头回应，仲停低脚步为最前面嘅歌迷签名添。Rain 途中都有同歌迷打招呼，之后就一路直奔向停车场，都冇停低过啦。临上车前，佢又亲切咁样同其中一位歌迷握手。呢个故事就话俾大家听，把个靓位系好有用㗎。